大天使麦克信息，关于迈向新世界的伟大飞跃。通灵，莫尼克·马修。地球之子，光之子们，今天我很高兴能走进你们。我就是那个你们可以称之为大天使麦克的那个人。好久没靠近你们了，特意来帮你们。曾经我说我来是为了让你们摆脱枷锁，现在不是让你们摆脱枷锁，而是让你们摆脱所有可能仍然存在于你们内心的黑暗小角落，让你自己摆脱你的过去。你不再被你的过去束缚，因为曾经有一段时间，因为你已经解放了自己。但我来找你是为了加速解放所有仍然会减慢你通往另一个意识水平，通往另一个现实的通道，到另一个维度。现在我在地球上的工作非常重要。当然，你可以感觉到我或看到我，但与其将我视为一个绝对非凡的存在，我可能对你和我都理解，不如将我视为你们的银河老大哥和宇宙中的一员，他们来到帮助人们，不仅要改变生活的方向，还要改变意识的维度和水平。像许多和我一起工作的人一样，我越来越接近所有真正想要实现伟大量子飞跃的人。这种迈向新世界的伟大飞跃，将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提供给你。许多人开始做好准备，面纱越来越多地揭开。对于已经在这条光之道路上行走多年的你来说，面纱将更容易揭开然后消散。但是，正如已经说过的，在那之前，你必须解放自己，你必须驱逐所有对你的进步不再有用的东西。正如我们的频道喜欢说的那样，您必须清空您的背包，其中仍然装满了您生活中可能遇到的所有问题。你需要点亮它，以便能够把你在生活中经历过的所有最美丽的东西都放进去。无论你走到哪里，他们都会跟着你，按照你选择的计划，将要发生的计划再一次属于你。我们在你们地球的许多地方工作，从敞开心扉的那一刻起，我们就接触所有众生，无论他们是谁，因为我们决定要实现的目标是帮助尽可能多的人，使他们能够跨越悬崖。我们努力唤醒那些内心非常纯洁，还有点昏昏欲睡、沉睡的人。莫尼克，他告诉我这个。任何时候当你觉得无法轻易摆脱电梯时，给我打电话。我不会用我的剑来对付你，我只会使用一种解放的震动，一种非常特别的震动，我提供给每一个真正希望从背包的负担中解脱出来的人。莫尼克，他现在向我展示了抬头仰望天空的人类，然后举起双臂说，现在是解放的时候了，莫尼克。他没有告诉我什么时候会发生，他只是说，当时机成熟时，你会以更具体的方式感知天空中的某些事物。当我说某些东西时，意味着会有颜色，会有非常具体的效果。你也将能够感知到你的兄弟们，我的兄弟们，那些在绝对必要的时候会来帮助你的人。目前每个人都摆在自己面前，我们只能在振动层面帮助他。当你看到天空中有很多物体时，不要害怕，告诉自己，那时将是所有不再适应这个世界并为此感到高兴的人的解放时刻。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要害怕，因为你们已经完成了理解的工作、开放的工作、接受的工作、爱的工作。你们每个人也都克服了自己的一部分恐惧，其余的将比您迄今为止所做的任何事情都自然得多。
你撤离了你能撤离的最大数量。现在你将接收到我的震动和其他存有的震动，它们会让你完全释放自己。到时候，你们自己会很快乐。起初你将不再认出你自己，然后，无论外面发生什么，都会有永恒的喜悦。你将不再承受你曾经能够生活的一切，你所有的痛苦等等。你将完全摆脱它。莫尼克，他告诉我，和我挚爱的老大哥萨南达一起，我们正在为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生命做一项重生的工作，各个王国的重生，人类的重生。所以，当然，在这个重生的工作中，有旋风，你被推挤。有些生命完全拒绝改变意识层次和维度，但我们给每个人同样的机会。对于能把握的人来说，它是完美的，对于那些不能把握的人，我们无能为力。我们和经常来看你的人一起工作，飞船指挥官科顿 Corden， 一个非常亲爱的朋友，但是所有和我一起工作的人，和我们一起工作，都是非常亲爱的朋友，就像你是我们的兄弟，我们非常亲爱的地球小兄弟一样。在我们心中，莫尼克，他告诉我，在我结束之前，在我退休之前，我想再次警告你，会有一些艰难的时期，我想跟大家讲一下你们在天上和其他地方会有什么景象，因为人的能力会越来越觉醒，人的感知会越来越有针对性，越来越有效。所以最重要的是，无论发生什么，都不要害怕。始终尝试尽可能高地走向自己的神性，并与萨南达、耶稣，无论你给他起什么名字，联系，与我是谁联系，与如此热爱这个世界，并如此热爱这个世界的圣母玛利亚联系，与所有这些伟大存有相关联，与光之存有相关联，因为他们会给你，他们会给你带来面对伟大通道所必须的一切。面对大通道并不是难事，只要有实力，有意志，有信心，有信念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地球的孩子们，你们是如此珍贵。在你们中间，有些人像我们一样，选择了化身，以便能够加速这个世界的转变过程。我向你们致敬。我以我的名义向你问候，我已生活在萨南达、蓝星或天界之星，这艘大船上的所有兄弟的名义向你致意。我对你们说，我会回来的。我可能不会通过演讲回来，也许不会通过显化我自己，但我会为您提供一种可能性，让您更快地从所有仍然阻碍您飞行的事物中解放出来。祝福你，我爱你，我们爱你，我们对你说，很快再见。大天使麦克 ,Archangel Michael, 谢谢收听。感恩祝福。